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八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播音师净传师本贤师各位莲友大家阿弥陀佛。啊，咱今夜稍微讲的哦。今夜稍微讲呀，啊，咱就是已经拜到啊，这四地来啊，哦，啊，咱顶回所讲的，讲咱啊，去拜拜神哦，啊，感谢南无大慈悲欢喜阿弥陀佛咯，啊，无量的大智慧哦，哦，什么大智慧呢？啊，有一切地多种地，一切种地。啊，咱顶回讲这哦，啊，只要个进一步，啊，一切种地啊，充满一切众生的心心愿，将诸众生当生安乐国啊，愿往生，愿往生，至心归命力，感谢南无大慈悲佛，欢喜阿弥陀佛，啊，无量的大乘所作地。妙观察地、平等性地、大圆境地，充满一切众生的心性啊！咱即摆用就来讲这四项智慧啊，这四项智慧。这个智啊，内有三智，有四智，有五智啊。这啊，一种一种所立的智，无相同。啊，无相同，但是意思啊，拢差不多要相像。啊，那学佛的人啊，原本爱达行，小可爱知影啊。做未到无要紧，道理咱来小可捌啊。咱捌话愈济，对咱修行话愈好啊。根据法相中啊，法相中啊。所以吧，咱这个佛啊，有四谛啊，法相中立这佛有四谛哦。凡夫呢，啊，有八识啊，这为什么讲咱凡夫八识啊？法相中啊，如果咱凡夫八识哦，啊，如来有四谛啊。凡夫八识是哪？跟如来是哪？这八识转到四谛。啊，但是安怎转呢？即大家大概有甲咱讲啊，咱用慢慢啊探讨哦啊。第一呢，伊叫一个顺序安尼写，第一个叫大圆境地啊。这大圆境地拄多来呢，对特别一些转过来啊。也大圆境地者啊，就是转八识啊，转八识哦啊，大圆境地。转八识者啊，安怎转呢？伊叫我来写。以有漏之第八识啊，变依净之报，以其有净之心，咱就凡夫哦。咱这个凡夫，啥人在给咱主持的？这个凡夫啊，甲这个环境啊，啥人给咱主持的？第八意识给咱主持的啊。咱这个辛苦真微妙，真微妙哦！你唔知有捌个生活唔捌啊？我特工有时啊都爱个剃头剃剃的，即摆今仔日个剃剃的哦，明仔再搁个剃吼，明仔再是又搁等等等哦，啊，又搁靠住咩一头头毛哦，啊，你特应该洗都有身哦，遐身都多来，遐身啊，就是都咱的辛苦啊。无路用遐细胞，死个细胞排出来哦。咱这身躯真正真微妙哦。
咱食物件好食歹食啊，冷的烧的咸的甜的，你拢甲直直都腹肚底落哦。伊个伊腹肚遐消化器官，伊都去甲咱消化哦。啊，安怎消化咱唔知影哦。啊，蛋白质咯，淀粉咯，啊，脂肪咯，啊，什么维他命咯 ，A B C 哦，什么啊 ，A B C D 哦，什么来滴滴，伊都你所有食物件，伊就是拢总甲你消化哦。啊，啊，甲你消化化，拢甲你吸吸的哦。啊，等下倒啊，所有营养来吸吸的，啊，灌入滴回头底下落去啊，全身拢甲你循环哦。各器官，伊爱什么物件，伊就都回来滴，吸收什么款营养哦。啊，那这款道理啊，哎，你若读个生物的时阵，啊，读消化器官啊，或者是读咱人的新陈代谢的时阵哦。伊拢拢会讲个正面，最后无路用的啊，汤就变作尿哦，遐尿就变作屎哦，就放放出来哦。啊，啊，咱这啊，其实啊，这款工程啊，真大个工程哦，你莫想讲这小小的工程哦，啊，你也个想讲咱这物件是一个综合的物件哦。即摆落去到葡萄地时阵啊，各取所需哦，会将咱这物件给咱分别给咱消化，那真不可思议。所以咱这卫生的哦，卫生啊，这卫生的伊这生的物件消化真济营养哦。啊，即摆落去到这是哪啊肝咯，肝迄肝是真苦的物件哦。肝胆拢真苦，你莫食着肝，莫食着胆，你莫食肝，莫食着胆，较早食粗食，食胆足足苦的哦。啊，腰子腰翘迄筋哦，筋性的哦，也就是咸性的，胃是酸性的哦。所以这内底过多足心塞的哦，啊，真心塞。但是呢，医生特别安尼做呢，咱这啊，酸可以讲咱蛋白质咯，脂肪咯。啊，或者是糖分哦，有的爱用酸的去改转变，有的爱用碱的去改转变，有的爱用苦的去改转变哦。但这款工程啊，咱平常啊，若要转变这啊，可能爱用真济机器，哈、啊，用真济的钢丝，才有法度转变哦。但是咱这个身躯家己伊就怎转变哦？啊，这身躯啊，迄阵啊在读生理卫生咯，读这新陈代谢时，感觉足心塞的哦。咱人是安怎太大苦？啊，咱人是安怎太善？啊，咱食这物件，迄阵啊读生心塞哦。咱有的人爱食甜，啊糖分就较济哦；有的人爱食油，啊脂肪就较济哦。有的人啊，爱食蛋哦，爱蛋白质就较济哦。啊，较济要安怎？较济啊，伊内底会转换哦，会转换，会甲你储藏起来哦。可以讲糖分济，伊会甲你变作脂肪哦。啊，蛋白质济，有时啊，伊就会咪变作脂肪，变作糖分哦。啊，这脂肪咪变作糖分，咪变作蛋白质咯。三项同款拢会兑换哦。不过这款工程啊，实在讲啊，真重大。啊，咱唔知影哦，啊唔知影。所以讲咱食落物件，伊即摆剩呢哦，剩呢要安怎？剩呢伊就甲你转换。所以讲你食糖分较济，食蛋白质较济，伊未讲甲你放掉去哦，伊会甲你转换到脂肪。脂肪就是咱人内底油，啊，就互你肥哦。啊，肥要创啥？肥万一你也无遮营养时啦，伊就将遮肥的遮脂肪，甲你变作糖分，甲你变作蛋白质，互你这身躯啊，哎，袂缺乏蛋，缺乏晒。啊，所以真微妙。假使咱若一个真健康的人，咱这个身躯一切伊就甲咱调节个足好势哦。
啊，互你无大苦啊，佮无散哦。你若破病，佮有内底有营养，通互你用哦。啊，啊，这啥人在甲咱主持？地被意识在甲咱主持迄个身躯，地被意识甲咱主持哦。啊，所以这啊，真正真微妙的代志啊。啊，咱人在身躯有消气啊，这消气都多来，消气都都只营养来啊。啊，嗯，叫做热能啊，啊，叫做 energy 啊，叫热能啊，啊，这都是都在营养变化出来哦，啊。但虽然咱安尼讲真简单，唔过来滴个变化确实真复杂哦。那么用咱科学安尼来制作的变化，有影足复杂。但是咱特别一些，伊就是有法度给咱创造，互你唔知影哦。伊一个是安尼给你用个真微妙哦，啊，这种特别一些的给咱主持，甚至个咱会喘气，咱会惊咯，啊，一切的动作、语言、动作上，拢特别一些的给咱主持，啊，甚至个咱大只环境、医保。大只环境，咱人的身躯叫做正部，身躯外靠一切物件叫做仪部。这个仪部都带来，赶快对地被一起来啊！所以咱人啊，福报大个少啊，大的所在庄严无庄严，贪有钱贪无钱啊，拢将地被一起给咱变现。所以咱人啊，一举一动啊，今生所做一切啊，善恶的种子啊，拢种家己地被一切投的啊，家己地被一切啊，所以这地被一切啊，啊叫做含藏色，哈、啊，叫做含藏色哦。阿赖耶，阿赖耶啊。啊，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话叫做含藏，含藏内底啊，善恶一切的经济。这个地别意识啊，有三项真好的作用。第一啦，就是你做所做善恶一切经济，伊拢有法度给你抵掉的。你无论做偌济，要恶善的代志，无数劫所做，伊拢甲你藏伫特别意识。用现在讲就是仓库啦。那咱可比讲哦，咱今年那真丰收，可以讲咱种稻啊哦，啊咱种稻啊啊，那今年那真丰收，你七成啊得米路哦。地别路边转，爱个汽车城啊，足麻烦的哦。咱地别意识啊，这款仓库足大个。不管你偌济的经济，伊拢总发到给你低调的。这第一的作用，第二的作用呢，又发到给你低的危害，危害。咱的汽车啊，啊，假使讲咱这仓库呐真好。即切个地里切成啊，来滴危害。假如这仓库呐唔好去，老好咯，啊，安尼时阵啊，即切个地头底啊，易发个也害掉去。咱这地被意识，你所有经济地里头底哪无等到烟，隆重危害，隆重把你坑掉的。这是十年、是八年、是千年、是万年，你这经济永远掉掉的。所以等到癌的时候，以这等到癌的时候，以这经济，以这的或者是现前，啊，所以第二项作用啊，这第八意识的第二项作用，就是啊，有法度给咱保存个较好些，这第二项作用。第三项作用呢，等到癌。伊即经济啊，伊都会现前，都会显现出来。可以讲，咱今仔日抬起只鸡，今仔日个抬起只鸡，
啊，咱下课卖下课以前，佮讲咱抬起只鸡抬来食，只鸡佮饲大只，佮抬来食。咱家饲只鸡啊，有只鸡会功德。即摆抬只鸡啊，有抬只鸡会罪过。但即款因果啊，真迷信。不过，拢掉伫咱特别意识头底啊，掉伫特别意识头底哦。甲当时在显现呢，甲悟着缘，伊就将这经济摕出来显啊。甲当时悟着缘呢，唔知呀，咱唔知呀，因为咱凡夫唔知呀。啊，甲什么款情形在显现呢？缘到，啥物都缘到。可以讲，咱吃足鸡哦，啊，咱这六道轮回，咱一定有一可能吃足鸡啊。因为这不是讲依赖这时间一等啊，啊，咱可以讲吃足鸡，啊，可能抬只鸡吃足人，啊，这摆个时间地点拢吃一个都好都好哦，啊，咱啊都去哦，咱个抬只鸡，伊就要吃足人啊，啊，咱只吃只鸡都去会吃哦，伊照常伊嘛给咱吃，吃大只照常嘛，你给咱抬。啊，台风可能同款同款，照常给你剁、给你煮啊、给你食掉。啊，这个缘就是生肖，生肖是换咱变出鸡，换只鸡变出人。啊，如法炮制，安尼呢，你这个经济呢，啊，就消掉去啊。特别一些，这个较早抬起鸡、抬鸡，这个经济就从安尼无去啊。所以咱这特别一些啊。就是有这款功能的咧，啊，所以有这三项功能。第一项，较济善恶经济隆重给你得的；第二项，隆重给你未害去；第三项，等到缘，你这经济伊都会现前。戒性什么呢？戒性可以讲咱下面不是在讲拖刀啊。这粒土豆就是经济，这粒土豆、这粒经济呢，咱呐起存库甲保存好些好些，十年、一百年、一万年，伊都是土豆，也未害去哦。空气甲抽掉，大地水分拢甲抽掉，伊就土豆保存甲足好些。只不过这粒土豆，你呐甲起出来，甲点到土卡落，而且土卡就是硬哦。有土，有水分，有温度，有肥料哦。这粒土豆，伊就会生根，伊就发芽，后摆就会开花结籽，伊会长大。啊，所以这个等着缘。啊，这个仓库，这仓库就是表示特别意识。这个经济啊，表示咱善恶的经济。像咱即摆这世间啊，一切拢总有足济，咱捌未了啊。啊，这拢是经济。可比讲，咱做诶恶善、骂骂死啊，像这经济同款啊。啊，这经济得里多，得里咱得别一些。啊，所以这得别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啊，啊，咱凡夫啊，凡夫啊，一切善恶，做诶经济就是拢伫这得别一些内底。所以咱就会随着咱的善恶来修补。可能今日出了人，咱人现在这辛苦啊，就咱俗世所做的经济，以人的辛苦最强，以人的这个因最强，所以咱一生就出了人。因为咱不是个伊来做经济，好歹做经济啊，毛做的好，毛做的歹啊。但咱今生现在这人生呢，可以讲咱修五戒，啊修五修得真好，而且五戒因善强，伊对咱就得人心，啊，咱就得人心。啊，咱得人心的时阵啊，可以讲咱这人心得咯，啊，咱生活的环境，可咱现在出世伫台湾，啊，咱今仔日咱今日现在他有5000万的财富。这两个人学习有真密切的关系，所以不但咱这个啊正步这辛苦，是特别意识给咱显现、给咱操作、给咱支持的。
就是咱的这环境，咱大的这环境，隆重特别意识得甲咱主持的啊。所以咱实在讲，一世人合作在甲咱教，咱爱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。无大件呢，咱来自精自意啊，爱修行啊，爱修行啊。也那无由咱宿世在业，甲咱拖咧六道的轮回。可比讲，咱欠人个钱啊，欠人个钱，只是赚人个钱，你有时啊，因缘生巧，你都爱去红倒去啦。啊，意思是讲行人哦。啊，所以这款呢，甲咱宿世因缘当中有密切的关系，拢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这啊，就是啊，凡夫啊，咱这啊。第八一些啊，变以情两报，以持有情之心啊，这一句话，甲恁解释啊，拄只头啊，解释到怎样就解释一句话尔哦。啊，即摆甲成佛的时阵，这第八一些都转换到台湾境地。这个智慧呢，就是变自来之心土，以持一切之功德啊。即摆甲生活的时阵啊，这个色就转足地哦，啊，安怎转呢？可以讲咱的自来佛啊，自来就是佛，佛的心土，佛的身躯有三二层八十随身好啊，身躯拢金色的，啊是安怎？它八十二层随身，三十二层八十随身好呢？以这个这，或者现在硬化心来讲哦。千八一化身哦，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。是安怎太好解呢？即个对地八一色，修加成佛时啊，就变作台湾境地。那就将即个身躯啊，变作三十八十随行好。佛有佛的无量的功德，啊，叫做福慧双修哦，有无量的功德哦，啊。啊，这功德谁人在主持的？就是这台湾经地啊，这台湾经地啊，持着一切佛的功德啊。安怎持呢？亲像台湾经啊，这样呢啊，老子有写了啊，台湾经中现一切色相，故名台湾经地啊。因境无边，教法界之事理，故又名一切种地。一切种地，咱顶有解说过。即而来，一切种本也。啊，而且台湾境地啊，就是一种比如啦，亲像一个真大真圆的镜。恁大家拢捌照镜哦，对不？捌照镜的人也少，大家拢捌照镜啊。所以这个用这个台湾经啊，来比如啊，最好，请了一个真圆真大的镜哦。这个镜呢，咱要照镜就知哦。啊，咱是安怎要照镜？咱就看咱人哦，都有垃圾哦。假使我这样一撮乌乌，我那照镜，那镜底我这都一撮乌乌。假使我这那一撮红红哦，啊，照镜啊，镜头底都一撮红红。你一切想就照到镜头底下来哦，啊，无论什么物件，这个镜拢总会甲咱照。这个镜无分别心，无讲你较水我才甲你照啊，你较歹我歪甲你照，伊拢袂。啊，无论啥人来，这个镜拢会照。所以这件一照万物，一切物件伊拢会显现啊。所以亲像啊，真大一件会现一切一色相、受想啊，凡所想，你来看这件才伊都现出来。所以咱这台湾境地啊，就甲安尼受想啊，安尼受想。所以这个、因为这件。因境无边，哈，这样一切世界无量，
啊，咱这个经所照出来的事理就无量啊，所以啊，这款智慧就叫做一切种智。呀，这是佛啦，啊，一切的种本啊，或者一切种本啊。咱个来看这平等圣智，平等圣智哦，啊，这条讲义了，对安那些呢，是转第七识的，啊，转第七识。第七识叫做摩那识哦，啊，翻译第七识之五见，以达无我平等之理，以一切众生起无缘，代除当体太彼之地呀，啊，咱这第七意识啊，的凡夫呢叫做第七意识，啊。佛法的时阵就变作平等圣谛哦，啊，这第七意识啊，啊，翻译叫做摩那识啊。这第七是啥物啊？是五见，就是咱第七意识。咱人有五执啊，我见、我爱、我嗔、我痴啊，啊，有咱家己独立的见解哦。人讲一人看一看哦。那咱才会争论啊！你讲你对，我讲我对，这叫做恶见。我见我就真重哦。我爱，咱是安怎啊？会爱，会生出爱心。啊，是安怎啊？太固执是安怎？太受气啊！啊，是安怎？太控制我慢，这种第七意识的搞怪啊！所以第七意识啊。就是五执的意思，啊，所以这咱是哪台安尼呢？诶，咱啊，无平等啦，啊，从翻第七识之五见，啊，以达无我平等之理，无我平等之理哦，咱啊无我啊都平等，啊，唔是干那人嘅平等哦，啊。一切众生拢平等，因为拢有佛性啊！啊，咱是安怎太太鸡、太牛、太鸭、太猪啊来吃呢？咱都是有五执，惊咱饿死，惊咱无营养啊！要到太鸡、太牛、太猪啊来吃哦。其实鸡、牛、猪啊，感觉咱无同款，是辛苦无同款了，那个性拢相像。啊！但是咱呢，就是有五执的咧。啊！你要讲五执，啊，迄个根本没有咱吃，啊，无你吃要创啥？哎，讲迄根本没有咱吃哦。啊！啊，老虎会食人，啊，是老虎食人，咱物件本来叫老虎吃，啊，你来歪叫吃，你来要变死走。啊！总共，这就是讲咱的五见五执，啊，五执哦，啊，隔佛的时阵啊，隔佛的时阵啊，伊啊将这第七意识就变作啊平等圣谛。咱佛啊，看一切众生拢是未来佛咯，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拢中有佛性，在佛不增，在凡不减哦。啊，咱虽然凡夫，咱的佛性嘛无较少。啊！伊虽然是佛，伊佛性嘛无较济，平等平等哦。啊，所以讲佛啊，就是彻底慈悲啊，彻底慈悲。所以一生佛要创啥想，就是要度一切众生。袂讲像咱哦，啊，看到这畜生，咱就该欺负；看到狗遐规大堆来咧食咱的物件，啊，放火甲烧烧掉啊！啊，啊，看这好心啊，创个念念的回念啊，啊，这好心就传染病啊。咱啥态呢？咱就是无平等心，有我就有分别啊。甲佛去呢，看一切是法界，拢中平等，拢中平等。所以啊，伊都啊会生出慈悲的心啊，这款智慧啊。就叫做平等地
平等圣地啊，伊会生出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度化一切众生啊，看伊众生拢平等啊，即啊，得叫做啊转第七意识为平等圣地啊。第三呢，妙观察地哦，这是转第六意识啊。妙观察诸法之相，以是说法断离之用之地啊。但这第六意识啊，伊就会观察一切哈，诸法就是讲一切物件。一切想一切物件，啊，可以讲，咱这人，咱人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以何心而为说法，伊就现何心，啊，以何心得到而现何心而为说法哦，啊，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心啊，啊，伊就是啊，有法度啊，啊，专注。第六意识哦，哈 啊观察啦 啊一切诸法咯、哦、啊用这一切诸法呢啊来说法来度化众生，使众生啊一定开悟啊一定断离啊，这款智慧呢就叫做妙观察地啊。第四呢，心所作地。也就是专咱啊，眼里鼻识心，净五识啊，专这净五识，咱凡夫有这净五识哦，啊，噶二来来呢，伊专的净五识啊，啊为心所作的哦，啊，佮讲二来化心啦、啊，啊化土啦、啊，及诸心通啊所作该地之作用呀。咱这佛啊，哈、啊，可以讲千百的化身，哈、啊，这千百的化身啊，化到多去呢？化了千百一个国土，啊，化千百国土，啊，现于一切神通，啊，咱同享佛祖，更自然现神通，啊。什么人才使现神通呢？佛菩萨才使现神通，罗汉就要未使现神通哦。罗汉个定时才使现神通，啊，个伊就要完结遐，伊会使现神通。神通现了，伊就完结啦。啊，佛菩萨也使现神通度一切众生，啊，伊有迄能力啊，啊，所以即摆人刘烈讲有神通。啊！咱信佛人唔好信神通，神通每一个人拢记着。你有介个听到，自然你神通就会显露。啊，显露会使讲无？显露会使显无？唔通显啊！唔通显哦！甲什么心才会使显？甲你真正无烦恼遐，哈啊！断绝无明邪遐哦，啊！啊，无明是拢种断尽咱生活咯，啊，要一品，要一品来顶格菩萨咯。但这块拢会使显神通啊，所以个佛的时阵啊，就叫做心所作体啊，成就一切所作，成就一切众生啊。咱这佛咯，有人就是讲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替咱。在我们这个世界生活，哎，啊，敢有在别的世界生活？我们这三千大千世界真大，真大哦，啊，啊，伊用一个苏弥山做一个最小的单位，用一个苏弥山做一个最小的单位，啊，叫做小千世界。这个苏弥山啊，叫做小世界哦。这个苏弥山啊，下卡这样啊，咱人到里头，在这苏弥山卡，苏弥山卡有啊七山八海哦，啊第七个金山跟第八
而这个这剃尾山的中间这个海叫做咸水海，伫这咸水海内底浮死的鸟。东边叫东城神鸟，南边叫做南城宝鸟，西边叫做西牛鸟，北边叫做北古罗鸟啊，北极乌鸟。或者大生活，伫这南城宝鸟生活，也就是伫咱这粒地球生活。用现在科学观讲，咱这粒地球叫做南城宝鸟。伫苏米山的南边，有几个南山宝鸟，有千百亿个南山宝鸟，有千百亿，啊，有千百亿个苏米山，有千百亿个苏米山哦，有千百亿个苏米山，都有千百亿个南山宝鸟。所以，佛伊当时伫这千百亿南山宝鸟生活。啊，根据《梵网经》来讲哦，啊，讲释迦牟尼佛在，或者是呐，咱就佛有三心，有清净法心，有万万波心哦。万万清白化心，比如遮那佛；万万波心，如是那佛咯。啊，这如是那佛啦，啊，这里也莲花牛，啊，叫做千叶宝莲哦。边啊有一千蕊的莲花，多杂啊！有一千蕊的莲花哦，一蕊化一百亿的国土，一千蕊呢就化千百亿的国土哦。啊，多杂千花扇，各扇千树家，一花百一果，一果啊一世家哦。各作菩提树，一时成正觉。啊，《梵网经》内底啊有些句。啊，所以才叫做千百亿化身啊。所以咱就佛教徒，咱爱知影就是啥物呢？啊，爱知影就讲咱释迦牟尼唔是干那伫咱这粒地球生活，是伫千百亿大地地球生定境界啊。所以这叫做佛的化身啊，啊这叫做佛的国土，佛的化土。化这边上要度咱众生哦，各位咱释迦牟尼发愿啊，伊讲要伫咱人寿一百岁，是五浊恶世人，下边来只娑婆世界度众生啊。所以咱甲人寿一百岁，五浊恶世人，释迦牟尼佛，好就那千百亿化身哦，啊，度甲咱众生啊，该缘尽，伊就入涅槃啊，所以。这个化身，这个化土，啊，拢总是，会使讲拢是佛所化哦。那，伊变到大众生，用种种宽卡方便，啊，用伊个心通，啊，安那度一切众生。啊，这呢，这个佛是拢做智慧，叫做成就大地。要那凡夫呢，叫做见果色。啊，眼力比色心，啊，嗯，眼色咯，耳色咯，鼻咯，舌咯，身躯咯，啊，所以讲凡夫甲佛都差伫遮尔，凡夫叫做色，佛都叫做地，哈、啊，嗯，这样就是净啊，这四项依法相中所立，哈、啊。就是不是专注树地哦，啊，咱个进一步来看啊，今年今夜可能讲未完啦，讲未完，我跟咱看看讲啊，密宗呢，密教内底啊，一家一个地高石啊，用这地高石呢，专啥呢？专化解体性地啊。刚发改提升地哦，啊，啊变成五地，啊，因为咱公树地来啊，伫遮尼啊，先煞提这密宗的起来讲，啊，以为金刚戒是第二如来，啊，金刚戒是第二如来，啊，咱看哦，看这张讲义啊，第一呢，发改提升地。是转啊，阿摩罗斯所得的啊。
法界有差别之意，诸法差别之所贵于行，贵于定沙，啊，是为法界啊，这叫做法界哦。法界体性啊，就是啊六代啊，大日主一出，六代法界之三昧，名为法界体性地。诸方便究竟之德，哈、啊，根据啊密教来的，以安尼讲，啊，也就是啊，直接树地啊，来的啊，一个个立一个叫做法界体性地，啊，叫做法界体性地哦，啊，给一个啊阿摩罗斯，呀，就是中国的，而且一个体意思啦，体啦。啊，建立一个体啊，因为这法界啊，教育解释啊，这法界有差别之意。所谓法界啊，法就是诸法，界呢界就是界限。什么是诸法啊？什么是界限呢？可以讲这个杯啊，这嘛是一个法。麦克风嘛，一个法；这张桌嘛，一个；这张椅子嘛，一个法。一切物件，咱这佛祖真牛，用一字，天我代表一切，啊，才叫做诸法。所以一切物件拢叫做诸法，用一个法字，就天我代表一切。但这个物件有这个物件的形体，有这个物件的界限。杯有杯的界限，绝对未卡麦克风小难的。麦克风有麦克风的界限，绝对未卡这张桌啊，卡这张椅啊小烦的。那，你绝对未讲啊，这个杯啊就叫做麦克风，啊麦克风叫做杯啊，啊伊绝对未安呢。啊，所以这叫做界限，这叫做界限，啊，啊，也就是天台宗所讲。咱这两心不动就易哦，动就必改千如三千圣相啊，必改千如三千圣相啊。咱讲三千啊，可不讲佛有佛的五蕴，佛的五蕴，这五蕴啊叫做十报，十在报叫做十报。啊，有佛有佛的国土，这国土叫做依报。啊，佛呢有佛的名称啊，叫做假名。嗰佛将这众生啊，一面五类分分作十法界，佛菩萨声闻万界，天阿修罗人畜生五鬼地界，叫做十法界。这十个法界呢，拢有伊的五蕴。那个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啊，叫做十报。叫做实法，也是咱的正报啊。人啊，有人的五蕴，佛有佛的五蕴，乃至地界有地界五蕴啊。佛呢有佛的国土，国土呢就是依报，佛有佛的国土啊。咱人有人的国土，乃至地界有地界国土。可以讲，咱现在做人，啊，咱伫娑婆世界，咱伫南禅部洲，咱看这国土啊，哎，就是土的，以大地，以土为地，以土为地，啊，但是佛呢，平平住伫咱这个国土，以佛以所看哦，以黄金为地。啊，咱看诶是一头一地，但是以后你所看是黄金一地哦。咱看外靠这树啊哦，那、啊、这树木哦，啊，咱看着树啊，那佛祖看赶快哦，七种都往七种方向出去啊，或者讲拢是树波就咱们围围绕哦，拢是波波去做的哦，啊。所以佛看起来，伊就是佛的国土。
咱凡夫看，咱人就看咱人国土。所以贴身看，伊就贴身国土。有离开咱这所在，并无离开哦。用现在话讲，啊，几度空间呐、啊？我人讲哦，啊，几度空间哦，也就是这款意思哦。啊，个人的业报无同，所看的就无同款。啊，你心清净，看一切拢清净；你心呐垃圾，看一切拢垃圾。啊，较早伊佛印禅师加迄个做是呐，加啥人啊？啊啊，加苏东坡啊，两个啊啊，伫底学做是呐，嗯，啊。诶，苏东坡一直要挖苦诶，做甚啊佛印禅师哦，耶呀，大家要坐禅哦。诶，呀，苏东坡就问诶佛印禅师哦，问讲啊，禅师啊，禅师啊，你看我坐安尼，安尼你看我坐安尼行啥？伊讲哇，你坐安尼行佛道，行佛道。啊，呀，即个佛印禅师甲问倒转来哦。我这个啊啊，大爹啊，你看我这个呢，先生诶，伊讲我大概甲你讲拢讲输你，就要甲你挖苦哦。伊讲话你这个呢，像一部牛屎咧。诶，讲福建泉州这个呢，像一部牛屎哦。伊一系问福建泉州，福建泉州讲我你这个呢，哪佛做的哦？嗯，一系呢，诶，听到福建点数点点哦，我还足欢喜，讲我今日变赢你呀哦，啊！因伊伊转哦，都甲因个小妹哦，啊，苏东坡个小妹哦，苏小妹哦，啊，等甲第五，因欢喜个呢，因个苏小妹就问伊哦，伊大概都冇看你遮欢喜，你今日哪会遮欢喜？伊讲我今日喏遮欢喜个，吼、哦，大概甲佛印禅师哦，啊，讲这佛法大概拢讲输伊，吼、哦，我今日喏赢伊哦，然后你想怎赢伊？伊讲我，我两个伫遐坐禅，我问讲我那坐了有好无？先生啊，伊讲我坐安尼先佛祖哦，你伊不懂坐个足正足好个啊，哪佛祖哦？伊一伊问我讲，伊坐安尼先生哦，呼，我出家人穿个乌衫乌衫乌色乌色，一部那牛屎的哦，啊，伊讲你坐咧那牛屎的哦，呼呼，我今日变脸足欢喜个。伊个苏小妹讲：“哈哈，阿兄，你唔知输个多，你输几万八千里去，你咧欢喜个，你讲赢人，我是安怎？我输伫多位啊？”伊讲：“人个佛印禅师啊，心清净，我看一切拢是佛咯。所以你虽然凡夫，人伊讲你这个人哪佛做你哦？啊，你就是凡夫啊，心垃圾哦，哎，看一切拢哪牛屎哩哦。所以人个佛印禅师这里啊，你就敢讲伊牛屎哦？哈、啊，你这心垃圾。”所以讲伊啊，啊，或者苏小妹讲一个，伊家己感觉足见笑的哦。所以咱凡夫啊，所感的境界，咱人所感的环境就是人。鬼啊，一个不所感的就是鬼的国土。啊，而佛呢，啊，一切清净，啊，无烦恼，所感到呢，就是佛的国土，这叫做一波。假名，什么叫做假名呢？啊，可以讲咱以人的法界来讲，啊，咱就叫做杯啊，咱就叫做麦克风，一项有一项的名，啊，这个名呢，这个名是假啊，咱人的名嘛假啊，啊，你有做丹山，有做李四啊，家你好一个名，啊，这款名拢假，所以讲咱唔好执着咱的名，有的人讲我的名真歹，要甲改掉，啊。正经有影真歹，有影爱去改，有讲啊蒙腰啊蒙扣的，迄个骨无要紧哦。有只鸡屎牛屎，有影迄款名，有影真歹啦。迄方叫着啊，人个嘴就拢感觉讲咱真唔好，会用做口业。啊，这款名有需要改啦。哎，那以外，那讲安尼，啊念到都高眼高眼，啊就袂歹啦。唔好讲，我这那字话唔好咯，就要来改名，唔免喊着安尼。啊。正经好介真歹名诶，咱都可以讲好多乞食咯。哎，我甲看好多乞食拢，那拢好个人哩。啊，真正这名就是假名。嗯，因若真正名好乞食，一般做乞食哦。啊，那别那种，那别那这人真好个。所以这名是假，啊，所以叫做假名，叫做假名，
啊，这一千年嘛是一种形容词呢，一种形容词，意思是无量的意思，啊，像国土一千啊，嗯，啊，五蕴一千啊，也就是家名一千，啊，但这拢是家名，这拢家名，拢是啊差别相，拢差别相哦，啊。所以讲，伊这密宗啊，都加入一个啊，法界的体性地啊，专这阿摩罗色啊啊，为法界的体性地。伊讲啊啊，这大日如来哦啊，这体性的一个方，就叫做大日如来啊，大日如来啊。啊，伊在主持这个啊，主持这体相之中。啊，就这啦啊，法界之三昧啊，六大法界之三昧啊，再加一代出来啊，叫做阿摩罗四啊，叫做啊法界体性啊，加一代啊，所以换一句讲，就是咱的体啦，那的其他的四行就是个头前这四行的感化啊，安怎转啊，安怎入如来。啊，咱后回再个讲，因为时间已经到，啊，咱这录影一拜都五十分，啊，咱今夜就讲到这，啊，再次发力充满阿弥陀佛，嗯。